鸭子穿水套路是在七步三站、十三步摇、十三太保三套全母基础上的进一步的功法练习套路。在这个套路中，开始练习左右大小门、正面走闪步法、画眉踏架的练习，同时增加了正踢腿的推法和左右摇拳拳法的练习。 拳法上下左右四面兼顾，一拳四下连用，出其不意的上击拳，和撩阴手能出奇制胜，则是发出弹劲的功法。鸭子攒水是咏春白鹤拳五大门派拳套中之一，能体现出柔中寓刚、刚中带柔的特点。 预备式，两脚并立，上身正直，两手自然下垂于大腿两侧，目视前方，请拳起势，左脚向前跨出一步，左脚肩微外摆30度，随即右脚提起，以脚尖虚点地面，呈虚步，使脚上的动作为白鹤计脚，后左手立掌。 右手过拳，从右下方摆起。这时候，左掌掌心朝外，从左腋窝前向前方推出，目视前方，使手上的动作叫将军挂印，要目视前方。 随即，右脚向后撤一步，呈平马，后两手变成虎爪，往里收。
使掌心向下，收至两臂前，然后内旋，使掌心向下向下，用力猛压，发出螺旋劲，这叫半月沉枪。两手变成鹤翅掌，里收向上向前推出，置于身前，呈抬而捧花姿势，然后经过沉腕作结，两腕里旋，呈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两掌同时向左外摆，然后向中交叉，使左掌在内，右掌在外，两掌指尖朝上，掌心分别向右向左，目视前方，呈观音叠坐。两脚向左开大门，开一步，要左脚提起圈脚，然后右脚跟进上步，呈步丁步巴马，脚上的动作为画眉踏架。从这个观音叠坐开始，两手向里向外上扬，呈蝴蝶双飞，使两掌心朝上，掌指斜朝外，目视前方。两掌同时内旋，在胸前交叉，两指慢慢转腕，两指两掌心斜朝下，然后左右分别向左右拨开，呈拨水求鱼。在拨的过程中，要右手在外，左手
海内，目视前方。两场同时稍微理收沉腕，然后以腕关节向上顶出，做白鹤伸颈的动作，也叫千斤撑出，要目视前方。两掌提腕沉肘里收，然后手指上扬，稍微外旋，呈双指朝阳，右脚向右撤一步，随即左脚上步成步丁步巴马，目视前方，使腿上的脚上的动作叫画眉踏将，向右手叫向小门的画眉踏将。两掌内旋，使掌心朝内，两掌交叉于胸前，分别向外拨出，叫蝴蝶双飞。两掌里收，使掌心朝内，交叉于胸前，向下拨出，要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，向下拨出，使掌心朝下，目视前方，做拨水求鱼。两手稍微理收，使腕下沉，然后以掌背为力点向前顶出，做白鹤伸颈，也叫千斤撑出，目视前方。两鹤头手变成鹤翅掌，上仰外旋里收，然后经过转节沉腕，呈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
左脚向左踏出半步，至刚才的中线，随即右脚跟至，这时乘步丁步斑马，这叫归中，然后两手一手，两掌掌心朝内向前插出，做美女照镜，旋转一圈，用力划出，目视前方，使动作为心盘摇珠，左脚向后退一步，长步丁步斑马，然后左手上仰，抓握成拳，右手里收握成拳，往中盖拳，这叫电母闪烁。左弓臂不动，然后右拳里收，成爪往前往左向上抓窝成拳，然后向下击打成鸭子窜水，目视前方，这手上的动作，右手的动作成撩鹰手抓窝也可以。右脚进一步，右拳成爪往上拨，往以掌根往上拨，就这样呈雷公上树的姿势，要目视前方。右的鹤爪抓握成拳，往里收，然后左臂往前推，右拳收至右胸前时向前挤出，这叫无功吐珠。右拳外旋里收，左臂上扬下带，右拳收于右腰际，左弓臂置于胸前，呈霸王开弓，目视前方。右手从后向上向前向中下按，左手收于腰际，
呈白鹤盖帛。Thank you.